南投郭新强五谷强是南港村民的信仰中心。现在佛寺头每天的献田送地神像，本村的主题嘞。经过居民同庙方讨论过后，决定要重新开古神尊。吉比早晨出来开工安厝，希望地下工继续保佑地方。地方居民初七的庙内，前几年就发誓，伊就先雕刻的神尊，进行开工仪式。故乡向南宫城的吴古强，自信强风神龙太帝，先天上帝，亲妃主事。那是如初七甲主日时的先天上帝神尊，伫旧厝建设，经过庙方和居民讨论过后，伫唔好的良心结束，进行安厝发誓。那神尊先天上帝哦，主体必须要重新刻高啊，希望咧先天上帝就继续保庇咧地方咧发展啊，因为咧阵啊吼，已经到因咧建庙到了啊，已经是甲子的时间咧吼，底下人讲啊，信心啊吼，因咧信仰啊吼，你要对地方啊吼，善心嘛吼，要发现啊吼，啊对因种种嘛，一和一团结吼。这台柱前面起了多位庙女接拍。因为吴古强是南宫城民创造的信仰中心，佫是南市地方的素材。伊大组吼都有看到当地因遐乡亲师太吼，伫遐方啊准备来做安厝个仪式吼，新尊吼又拜天吼，啊所以大家都师太也着大家都上车吼来爱团的那神尊万古吼，啊本遐先天上帝啊对因遐地方吼佫保护。先天上帝伫地方守护即甲主。透过庙方和居民协力，在这边的开工和安厝心理圆满，也充分展现客家人向心力和团结的精神。记者李明信南投报道。